二少奶奶，太太来看你了。二少奶奶，推门。二少奶奶，太太，快到二少奶奶！娘了，二少奶奶，娘，你让我去死！娘，你让我去死！我不想活了，你给我闭嘴！ 滚出去！是。娘，妙兰错了，妙兰对不住你，妙兰心胸狭隘，不记您的好，只记您的仇。娘，你就让妙兰去死吧。 妙兰死了，你心里能好受些；妙兰心里也能好受些。你给我跪下！妙兰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你心里面的苦。 娘不知道吗？可你再苦，也不该做出这样的事啊！扎小人，那是下三滥的人做的玩意儿。你是我们郎家的媳妇儿，你是有地位的人，你做出这样的事，我怎么可能不生气、不心痛啊？娘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。 这件事都怪我，我平时说话口无遮拦，对你说的话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注意，兴许这样寒了你的心。但我打你骂你，我是把你当成自己家里人来管教。你看其他人，我会费心去理会吗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你觉得你很难，我就不难吗？ 我三个儿子，一个死了，一个毁了容，最好的年华，他将自己关在这座大院子里，还有一个被我生生的给赶走了，我一个都没照顾好，怎么我这个做娘的，好像做什么都是错，是不是我前世欠你们的？ 我想知道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在这个家里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把你当成提己人，同你说几句身份的话。好了，你倒是怨恨起我来了，要生生的咒死我呀！ 这件事受苦的人是我，怎么反而你倒寻起死来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是想毁了你自己，还是折腾我？怎么你们一个个就不能联系下我？娘，妙兰知错了，您就原谅妙兰一回好不好？妙兰保证，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。 您原谅妙兰好吗？娘，以后不要再做蠢事了。哎哎，墨华，什么事儿？你这么着急？ 月明哥说，岳轩和海棠从家里走了以后，一直没露面。家里找好几天都没人。我们刚才去了好几个岳轩经常去的地儿，就是没人。这不问问你，他去哪儿了？他俩还能去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梁什么呢？赶紧上车。师弟文，你不是经常跟朗月轩在一起的吗？他喜欢去哪儿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
是啊，我们经常去的那几个地儿不找了吗？没有啊。还说了解他，口口声声的称兄道弟，这昆阳总共就这么大，现在连他人都找不到。我，你和月轩是亲兄弟，在一块住了十几年了，这找自己弟弟还要求上别人了？我可没说我了解他，这就说明啊，他对你们比对我亲。月轩可是一口一个哥的叫着呢，你这话要是让他听见了，他该有多寒心啊！他连他哥的女人都敢抢，你怎么不说他哥也寒心呢？顾海棠压根就没爱过你。我们是夫妻，他是我媳妇，你呢？天天跟在朗月轩身边，像个小尾巴似的，你怎么就不是他媳妇？你放屁！你说话给我注意点，我脾气可没这么好。不会像平那样惯着。开玩笑，别生气啊。你也是，哪儿都有你，什么都拿不了主意。你是不是怕得罪人呢？不是，我听你们的就完了吗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朗月明，你原来可不是这样的，这怎么脸治好了，脾气还给治大了？停车。摸话。真是鱼找鱼，虾找虾呀。我说你们俩怎么会凑到一块儿？一个喜欢朗月轩，心甘情愿地被人家当猴耍；一个暗恋墨画，为他赴汤蹈火，却不敢说实话。哼，墨画，你做过些什么，心里应该最清楚。我希望你跟我说话，不要这么理直气壮的。行了，月明今天心情不好，都是找月轩急的，咱们不都为了找月轩吗？对吧？抓紧找月轩，关门，开车，快！月轩。锁门了，月轩，没人啊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他不会来这里的。那他还能去哪儿啊？我们都找了这么久了。哎呀，不会，他那个……呸！闭上你的臭嘴！行了，不要吵了，绕来绕去，他只会去一个地方。啊！哎呀，赶紧走了。月轩，新鲜的蔬菜。哎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以为你失踪了呢。看见海棠没有？你怎么也来了？你要把这个家祸害成什么样子，你才肯善罢甘休啊？啊！现在因为你，整个朗家鸡飞狗跳，你还有没有点正事啊？月明，你这个时候说这个干嘛？我们两兄弟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你今天是来找我吵架的吗？我用不着跟你动这个肝火，我来就是想问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现在看你的意思，这个朗家不毁在你手里，你心不甘是吗？你姓朗，我也姓朗，朗家就不能是我家吗？是，你姓朗不错。但是你姓朗就一定是朗家的人吗？我怎么越看越不像啊？你们是亲兄弟，都在气头上，别伤了和气。你闭嘴。过来。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朗家的事儿，所以你也不用在这儿跟我阴阳怪气的，我也没工夫给你闲扯皮。你去哪儿？找海棠。海棠，你倒是叫得挺亲热。就是因为海棠你六亲不认，朗家的名声都被你毁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说法的。你别忘了，顾海棠是我的媳妇儿。是，我是休了她。
但再怎么说，你也喊过他一声嫂子吧？现在你跟他在一块，外人怎么看呢？再说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海棠会对我三心二意吗？我现在真的是怀疑，这一切是不是你早就安排好的呀？冷月明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还有你，眼里永远没有别人，心里只有你自己。表面上看起来大大咧咧、没心没肺。 其实最有心机、最自私的人就是你。别人总是说你直来直去，像个傻子似的，说多了是不是你自己也相信了？啊，月明，你对一个女孩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你是不是丧失理智了？你有过理智吗？你对我朋友说话客气点行不行？我亲爱的弟弟，我对你们说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客气了。我现在倒是在想。 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对你太客气了，所以你在朗家才可以为所欲为、目中无人？我希望你记住，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朗家给你的，不是你应得的。 月轩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这个人心胸狭窄，我看他就是在嫉妒你。行了行了，月明和你是有点误会，不过你们是亲兄弟，改天约出来喝顿酒，这事儿就全抹平了。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，都是计划，也是为你好。你就会装和事佬，你看看月明都嚣张成什么样了，你这个人是不是从来都不会生气？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找海棠。 你怎么还要找海棠啊？海棠现在和朗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你等风头过去了再说。我不找到他，我心里慌，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月轩，怎么办？月轩走了。我也没办法。快快请坐，大帅，我这次可是火急火燎的往您这儿赶呢。 哎呀，车马劳顿，辛苦辛苦。我呢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你们前面的情况啊。大帅，您让我去招募和训练新兵，我要是不弄出点模样出来，我怎么有脸来见您呢？哎呀，好兄弟，这全军上下我最信任的也只有你了。大帅，有您这句话，马某那是荣幸之至。马某愿意为您两肋插刀，肝脑涂地。哎，快快快！ 简要紧地说：“哎，先前跟咱们结盟的那个冯大虎，他在南边是被打得落花流水。他为了保存实力，干脆就北撤了。啊，你想，他这一撤，就等于把咱们给闪了出来。这昆阳城300里，如果不设防的话，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啊。嗯，可是咱们现在却没有兵力再往上调了呀。” 之前扩充了那么多的兵力和那么多军饷，还不够填这个窟窿。哎呀，大帅啊，我跟您实话说了吧，您拨下来的那点军款呐，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。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军队，这人头贵，枪炮贵，什么什么都贵。实不相瞒，大帅，我今天厚着脸皮到您这儿来。 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呀，咱们昆阳城外说什么可都不能丢了。可是，我之前伸出去的手已经把人家的兜给摸了个遍了。如果再要征募，那真要引起民愤了。大帅，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。你说，咱这没钱，没钱的话，他这部队他还能信龙吗？大帅。 咱这部队可不能说散就散了呀！喂，哎，哎呀，朗兄啊！哦，龙大帅啊！朗兄，你得帮帮我，我现在真是吃紧呢。你看，跟我结盟的那些军队打了败仗，我现在是急需要扩充兵力，这样才能保住昆阳城啊！ 所以呢，龙大帅啊，之前我送给你的军费还不够吗？
要是够，我怎么还会跟你开口呢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。之前你给我送的那些钱呢，我购买了一些军火，训练新兵，就全没了。大帅，我知道你心系昆阳百姓的安危，但这次郎某实在无能为力了。实不相瞒，郎李春最近经营不善，一直只进不出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。哎，郎兄，郎兄，你多少给点儿，只要是你出面了，那我也好跟别人去募集，是不是？抱歉了，这次郎某人真的帮不上忙。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哎，老兄，老兄，他娘的，关键时刻跟老子撂挑子啊！老爷，您就这样明面上拒绝龙大帅，肯定会得罪他呀。得罪就得罪了，我总不能因为他让郎李春开不下去。老爷说的也是，龙大帅那边就是一个无底洞。全叔，你再拿些钱给龙大帅送去，就告诉他，这是郎李春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他尽快渡过难关。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嗯。哥。哎，夏荷，你姐呢？整天张嘴闭嘴就是我姐的，说的我姐跟你姐似的。哎，你俩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说实话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俩没出什么事儿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你姐故意躲着我？你们俩的事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夏荷，你什么态度？好好说话不行吗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呀。而且你哥跟我姐谈恋爱。现在你哥找不着我姐了，你怎么不问他为什么找不着？哥，你为什么找不着啊？可是你们俩走的时候是好好的呀，大哥说去找你了，你碰到大哥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夏荷，我想了一遍，我跟你姐真的没什么事儿。这样，你别闹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告诉我好不好？郎思年他为了要得到你爹这款神奇的秘方，却千方百计不择手段，最后竟然对你爹痛下杀手啊。海棠，阿姨这是怎么了？老毛病，需要观察几天。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。我一直在医院陪着我娘。阿姨这儿需要我做什么？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这样，我先买点吃的。不用了。那阿姨住院现在一定很需要钱吧？这事儿你不用担心，钱的事儿交给我了。谢谢，不用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用了？你怎么了？顺其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我刚到。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这次你是计划回家的吧？是。等你病好了，咱们就回家。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呀？回来也不打个招呼，害得海棠到处去找你。这回你哪也不许去了，在家好好的陪陪我，好吗？好，这回哪儿都不去了。来，躺下吧。
睡会儿吧，我就在这儿守着。雨雪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海棠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，我娘生病了，我担心她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让我一直找不到你呢？雨雪，我们两个都有很多事情要去忙，你不用老惦记着我。为什么呢？咱们俩之间不都说好了吗？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咱们俩一起面对。你不用老陪着我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这怎么能叫添麻烦呢？好了，月轩，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先放一放吧。你也好，朗家也好，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互相打扰了。湿了古镇，孱弱的心徒留片刻温存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会尊重我所有的决定。是，我是说过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但是你也得告诉我是为什么吧？是不是因为我娘？我说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有太多的事情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。咱们两个先不要再见了。海棠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就这么离开昆阳一走了之，让我再也找不到你吧？事情还没有处理完之前，我不会离开昆阳的。分生负爱，消磨一生却不悔改，尘埃落地还不忘那心中最爱。我应该早就过来看阿姨的，但那边实在事情太多了。我知道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和月轩少爷说呢？总之，朗家的事情，我不想再掺和了。怎么了，海棠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。给你，这是刚完成的那批口红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我发现原来接吻是有味道的。你喜欢这个味道？喜欢的想哭。星空下，小河旁，石桥上的那一次和你没有距离的接触，这个味道真是让人一夜不能寐。闭上眼，整个世界都是心里惦记的那个人。Thank you.
大哥，刚才你的车开的也太快了吧，那车轱辘都磨秃噜皮了。秃噜皮。哎，不，心情好点没？我觉得吧，这件事能不能挽回，你应该先振作起来。因为你的悲伤和痛苦对这件事能否解决毫无用处。我不是悲伤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不悲伤，看开一点，时间能磨平一切。我是绝望。海棠是认真的吗？他一定是认真的，他是个重感情的人。他一个人面对你们整个家族，也是为难他了。是我不好，家里一团糟，让海棠又失去了信心。他在我这儿找不到依靠，他灰心了。我一直担心这一天的到来，到底还是来了。没来，就我觉得吧，海棠他不是容易冲动的人，你现在找他也没用，缓缓再说。我等他，一直等。行吧，我现在感觉说什么吧，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也不劝你了。对，这样，我车里正好有瓶酒，我爹送我的，我陪你喝酒。喝酒没用，我是心疼，什么都没用。酒都不喝了，那可是难得我爹送我的酒。你爹真大方。不，也不是大方，他好像办成了什么事儿，把材料给垄断了。垄断啥意思？你去把那瓶酒喝了，就知道了。嗯，去吧。哎。咱俩一块儿喝，你陪我，哥们儿，老少，去哪儿啊？我去玩啊。一天到晚就知道玩，挺大一个姑娘了，一点正事儿没有。哎，我怎么就没正事儿了？咱们家这么有钱，我需要干什么正事儿啊？来，您告诉我，什么叫正事儿？你看你，这点火就着，我还不能说你几句啊？那您说完了吗？没事，不要到处乱跑了。现在局势紧张，你月里有钱，别让我总担心你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月轩。哎呀，您就放心吧，这昆阳哪还有人敢欺负我呀？现在可不比以前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再说了。说句你不爱听的啊，那个朗月轩他三番五次的折腾你，我看他和他爹是一批子的货，吃硬不吃软，给脸不要脸。你原来跟朗家的关系不是一直都挺好的吗？你干嘛在背后说人家坏话？好个屁！你还记得上次他跟他爹来咱们家，在老子眼皮子底下就欺负你，老子差点一枪崩了他。还有他爹。现在看咱们龙家仕途不行了，又想跟我撇清关系，他撇得清吗？他以为离了他，老子就活不了？哼！爹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不就是关心你吗？我龙德水的女儿，是谁想高攀就高攀得了的？什么史迪文啊，朗月轩，全他娘的滚蛋！行，我知道了，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啊！哎，你小心点啊！知道了。哎，停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件大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心情那么低落呀？我被我爹给骂了，他从来都没有这么严肃过。哎，这都不是事儿，我爹天天打我，可过几天就好了。我准备去找月轩，他不是被家里赶出来了吗？哦，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？
没什么。哎，你说。你听好了啊。嗯。月轩和海棠分手了。分手了？嗯。不可能吧？千真万确。哎，你可别落井下石啊！只这会儿月轩经不住你的死缠烂打。我是这种人吗？我这不怕你用情太深，随时想趁虚而入吗？这时候的月轩需要关怀。史蒂文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我哪儿好啊？别人有什么事儿你都往心里去，你自己有什么事儿你从来都不说。其实你对我的心意我都明白。我都不明白我为什么就那么喜欢你呢？控制不住啊。我有时候都怕给你添麻烦。说你胖你还喘上了。我这不是怕你别扭。不过咱俩就得像这么坦诚相待，这才是当朋友的最高境界。也对啊，我带我在意的人去看他在意的人，我却一点不乐意。你要不乐意我自己走了。乐意乐意。怎么没人啊？我给他带来的呀。是不是找海棠去了？老爷，老爷，嗯，石老爷来了。哦，哎呀，请石老板，正说要找你去喝酒呢，你就来了。来，你说咱哥俩是不是心有灵犀啊？我。是怕您贵人多忘事，所以我就厚着脸皮不请自来了。哎，我是很看重我们俩之间的情谊的，你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啊。喝茶啊。谢谢。石老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啥事儿？哟，叫您看出来了。实不相瞒呐，我今天的确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。我这一介武夫，手笨眼拙的，你不把话说明白了，我都琢磨不出味儿来。大帅，有您镇守昆阳，咱们才得以太平啊！您比我更清楚的。如今，这城外一片混战，群雄割据一方呢，恐怕。昆阳这块宝地早就有人虎视眈眈了，形势严峻呐。大帅，你我二人联手，让郎立春从此在昆阳城绝迹。大帅您可占有郎家全部财产，而我少了个竞争对手。诗行路郎立春合并之后，由大帅占有大半股权，年年分红。大帅有了这笔财产，何愁眼前的难关？又何必为了筹措军资四处跟人伸手借钱呢？壮大龙家军就是指日可待了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啊，这事儿容我再想想。毕竟，大帅，如果您觉得这事儿不妥，就当我完全没有跟你说过。今天叨扰了，事莫告退了，告辞。哎，来，坐下。坐下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没有想好怎么入手。这朗思年呢跟我耍心眼儿，现在跟他募集军费那是难上加难。我是挺看不惯这样伪君子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带着人玩着枪上他们家逼宫去吧。大帅，该怎么做我心里头早就有谱了。为了这个事情呢，我已经押上了我的全部家当了，就等大帅发号施令。为了大帅，为了昆阳，我这么干不过分吧？石老板，你救了昆阳啊！我得谢谢您。
老爷，事儿啊，都照您的吩咐办好了。现在最急需的那几种原料，都被咱们买断了。整个昆阳地区，除了石航路，都没货。伙计，盛一碗。好嘞。工坊要停工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战事封锁了部分运输渠道，一直急需的香料迟迟不到货。据说，有人花高价收购了周边地区所有的货源。这种事，也就只有十几周干得出来。是谁干的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货源。延误了工期，咱们的信誉可就没有了。爹，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的。月明，月轩呢？月轩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他说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尽快让他回来，事情的严重性跟他说清楚，就说是我让他回来的。您放心吧。之前那批口红必须全部召回。什么？油脂的成分出了问题，万一有人过敏就麻烦了。这件事情本应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我还是想提醒一句，做事情不要昧着自己的良心，请慎重考虑。哎，海棠，海棠，月明，这件事监工的是谁？哦，本来是海棠，现在是月轩。我把工房交给你们，你们就这样回报我吗？嗯，爹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。樊真，哎，海棠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口红出了问题，肯定是用错了油脂导致的。嗯，樊真，口红的事情你跟月轩说一下吧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海棠走了之后一直在叫你监管，怎么还出这样的问题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海棠姐检查过了，所以后来就带着工人们干活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原料上的问题啊。对了，楚楚不见了。对，出货那天就没有看到她的人了。有工友说看到她把盛放油脂原料的桶拿回去了，大家都以为有什么用呢，一定是她。糟了，一定是她动了手脚。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行了，这件事情你们别管了，先回去工作吧。尚师傅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要不然的话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我今天碰见史蒂文了。史蒂文说石航路把周边所有能提炼精油的原材料全部都买断了，咱们后面订出的货还没来得及购买原材料。我想如果史蒂文要说的是真的话，那咱们后面的货购买原材料的成本就要大幅提高，而且产品……行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了，那咱们赶快合计一下，咱得尽快拿出一个方案看怎么解决一下。你不用管了，这件事呢我跟爹会想办法的。那爹怎么说？还不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，郎李春会这么被动吗？郎家会搞得这么乱吗？娘都被你气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在这儿添乱。玉轩少爷，海棠姐让我告诉你，之前的那批口红所用油脂并不是纯植物油脂，所以要全部召回。如果全部召回，我们的损失会很大的。郎李春的声誉比金钱更加重要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爹，娘。哎，月明，来来来，快跟爹说。哦，月明啊，你马上去通知所有的客户，把先前发出去的口红全部召回，所有损失由我来承担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爹，我已经问过别人了，油脂里面含有杂质，导致皮肤过敏的案例真的是很少见。郎家做了几十年的生意，郎李春能有今天的成绩，是遵从老祖宗的家训。
一不坑人，二不贪欲。现在先保住郎李春才是最重要的吧。爹，我也觉得娘说的有道理，这次的损失真的是太大了，我们扛不住啊。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为了财力，难道连祖宗的这点德行都不要了吗？你找到月轩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这件事呢，一直是月轩在负责。不过，也不能怪他。当初要是我跟他在一起盯着，那就好了。可能是他一时太忙了，顾不过来，所以才出的差错吧。他忙什么？他就忙着顾海棠。不知道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他浪子回头。爹，你觉得月轩会不会是想给郎李春节约成本，所以才用了勾兑的合成油脂呢？对于爱情太虔诚。